我阮会使入去听。啊，若听因你讲，拢在你讲讲好，阮的山顶一定会枵，食素的我袂食。结果食到尾来讲，下昼食起来讲，永远无袂食，永远骨在看落在骨在面骨在食，变讲师傅很足有信心的，很大家人会看啊，参照讲伊是坐纸皮，只个一日莲花，伊人客就讲，莫安尼煮啦，安尼煮，我唔敢叫来，叫来休困来夹，吼、哦，就开始建议讲，唔通阁安尼煮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一天食五顿，开始食六顿，尾仔食五顿哦，尾仔食五顿是人客讲，遐思想讲，啊，莫阁食六顿啊，迄碗盘拢着安尼摆，拢着安尼洗，吼、哦，啊着怎解五顿？一开五顿哦，我会感觉讲，早起是四点起哦，佮用暗吼，十点外才去休，无遐多休困，一点钟拢着传这个，吼、哦、早起九点传点心，十二点佫食下昼，四点佫食点心，六点十五佫食暗顿，到尾啊第六顿吼、哦，就是咖啡啦饼，反讲要食人才去摕，你佮看师傅用吼，就是讲。你是大头家，来到山顶，今日来邀，啊，就甲我讲点心，一嘴也分袂枵。啊，不过点心嘛是大家食安尼吼，所以讲迄是较好食，无恁若大家拢一直去对。师傅吼，实在是吼，无管是对什么人，还是对你这是大头家，伊就是拢遮尔啊安尼吼，安尼。这尼啊，安尼关心人，这尼啊去体会，这尼啊有法度上去了解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拢事拢差不多安尼。伊即马四点去吼，所有拢会采先甲问问的吼，哦，今日采安怎安怎？事就讲，但是你若甲我印的采，我放一百个心，我就唔免烦恼讲，你互我倒亏啦，还是什么的啊？我感觉。像你讲过年，一边叫我传六百个，传六百个菜吼，结果头一千个来，啊一千个来吼，阮迄个师姐的师兄就讲，说妈妈，紧的啦，迄个搁三百外人伫个咱的第一斋堂啊，无物件，咱迄桌是传六十桌，啊已经人搁遐侪，要安怎？我你莫紧张，我你莫紧张，恁讲紧炒米粉，啊些菜先要紧出去。吼、哦，啊，我着一个，咱着六十碗，咱这个素鱼翅吼，有一个师兄拢要甲我煮落，我着搁甲摕起，摕头了二十人份的这个锅，我放个电锅炒，迄敢若一种或者，或者啊，人伊讲老棺材，老棺材迄个意思，就讲袂使拢煮落，伊留一寡去放落炒，迄香菇啦，啥物经理啊，落炒，即摆一个人侪人来啊，我袂使紧摕落炒。袂使炒规大鼎哦，这二十多分的物件紧倒落，怎啊搁变煎？袂使煎，袂使弄，啊，着搁夹出去。迄、那个当年菜吼，你敢知？阮师兄吼，迄下昼就伫杀，甲过当天迄早起一日弄。迄、那个当年菜从九月吼，一直烫，一直拢从小红食。迄法师讲，阮袂晓做安尼，你做当年菜哪会遮干？就是姜落去，一定落去弄。怎啊吼？变头一千人吃，输嘞走卡哦，问我讲，啊你传六百个，你哪有法度一千个红吃？我师傅不是我啦，观世音菩萨吼，物件拢是传的，互你有法度讲不紧张，哦，物件有法度安尼紧摕出三路菜，摆落去，伊就个有通个四百个、三百个人吃，对。一般讲个呐，我伫龙山寺。第一次嘛，毋是讲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嘛毋是讲会晓安怎嘞。但是无形中，咱会感觉讲，咱会互我有法度煮这菜，咱会有法度煮这菜出来。迄一边吼，师傅讲，农村师要甲录音，我头一边我惊啊，我摇马步我都毋敢摇，我要甲录音录声，但是我有心脏无好。啊！我伫咧咱迄个龙山寺八角亭，伫啊哩，伫啊行到心中跳，啊个热，啊师傅讲，向我来徛我后壁，吼，哦，伊讲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师傅，我即摆心中咧跳咧，咁要叫我录音，我要录啥？
师一句话尔。讲大师就是讲，伊咧讲啥，我拢听有。师一句话尔，讲你好几年怎么没有跑掉呢？啊哦，师对对对对，啊我刚才一句，我师你讲一句话，我袂跑掉。师讲这样啊，你讲这就好啊。师讲这样，你长这就好。你看，师知影我伫咧这个刹那间，伫咧紧张，为什么伊会走来后边？师父袂讲安尼，后壁安尼是走来后壁，伊嘛毋知影讲是要叫我从啥，但是知影我伫遐哩心，伊知影我听心脏无好，啊，伊就来甲你一句话先甲你，甲你先甲你点者，你就知影。我讲师父，对对对，啊，你吼，较早甲我讲，你再轻啊，你不知道，一句话，我不会跑掉啊，你一句话我不会跑掉啊。师父讲，对啊，你讲这个就好。哦，啊，讲师就讲，啊，你请客，定来叫国教师讲叫我请钱，我就讲唔免，哦，经营禅山呐，我会去招，像医师姐教阮话贴的，都会一辈拢两万三万会买，哦，但是请客就我家己会来去买。我讲师傅，你哦，我做代志哦，可能结遮侪缘，就是师傅你给我。那不是你给我，我无法度跟人结遮侪缘。大家人看到我就你甲叫，我唔拜你了，因为我有食你的菜。变讲讲，这是师傅的，师傅给咱的，唔是咱家己。我若厝的煮一块土，要叫遮人来哦，无可能。这是师傅的，师傅给咱的这个跟人结缘，啊！叫我迄阵啊，叫我落去做香积族的组长。我甲伊讲，我袂晓写字，要创菜。不过创菜我真少写，我拢伫个头壳的买，拢阮师兄甲我载。甲载有阮师兄，一直甲我载菜，一直甲我。我落去了，我干那要煮，要煮一直煮安尼尔，拢伊甲我载菜。啊，伊也袂骂，也袂啥，拢一直吼，我那菜买互伊赶去，伊就改车，我正去车掀起。我的物件拢有哦，拢有啊，我才回来。安尼，我就知影我是什么菜拢有买着啊。像花果山、金银禅山哦，四天一遍就退去啊，唔免搁再搁欠菜，嗯，嘛唔免搁再讲，搁来去倒呀，搁来去买，真少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一遍坐红胎，啊坐红胎，啊哎呀，师傅讲，啊坐红胎电失去也要安怎？啊我什么代志哦？虽然我是一个山顶囡仔吼，不过我哩从什么就是滴硬的，我从啥托起落，我都转出来。哦，师傅没有关系，我来炒，我来菜饭，无电通我煮饭啊。迄阵啊，含迄落头三百人在吃，你知哦？我讲我来炒，我来菜饭，伊讲安怎炒？即马紧下烧水落浸米，啊，菠菜紧落去洗，啊，落去洗泥板的哦，唔是搞错的呢。你迄落。水安尼溺落拌迄玻璃菜，拌啊熟哦。迄古建法师才像我讲，结果吼，即个人食到足满意哦。师就讲，吼，恁食玻璃菜，食玻璃菜饭食到足满意。你敢知影今日什么人来煮？去外口钓一个吼，师傅来煮玻璃菜饭。就是讲，恁去到龙山寺，什么代志都临时，有法度临时。临时变临时啥？好，我就直直想讲啊，这是观音菩萨的师父。我是拢观音菩萨，用观音菩萨，啊，就是拢伊助我的迄个力量。啊，甲师父给我的，看到我，我好像是破病十年，五十六年一对时就遐么死，五十六年不下出户，啊，医生拢看袂晓的，到尾啊。当着一个医生，算讲给我治个，这个肺、腹肺拢治个。啊，治个到五十六年，到六十七年，迄个中间，定啊心脏，人会昏去哦。啊，结果去归师傅，归师傅哦，敢那师傅甲加持个关，无我哪有可能讲，人若问我讲，你即马安怎？我无时间啊啦，我吼，大山寺你无时间看病啦。慢慢怎啊？师傅若要去美国，就甲就增食。伊讲你吼增食，吼、哦、啊，赶快跟观音菩萨赶快看医生。伊若要去美国，我来去大殿去接伊，我拢会跟伊去啊飞机场。啊，师傅。